知名作曲家黄立仙老师及一群音乐家很荣幸能够在彭云颖教授的追思纪念会中用两首歌曲来纪念彭教授。第一首是《最后的住家》，是加拿大最早来台湾的宣教师马杰所写的诗，他爱台湾，一生都献给台湾的医药与心灵。他最后的住家是台湾，彭教授也是一样，将一生奉献给台湾的民主自由，他最后的住家也是台湾。作曲的是李奎兰教授，他是1960年到1970年代台湾电视三台的音乐指导，也是台湾最早研究爵士乐学有所成的作曲家。今天我们邀请他的女儿李俊明老师来独唱，他是我们以立合唱团的声乐指导。第二首歌是《The Light of Hope》，这是黄立仙老师专为疫情 pandemic 所写的，用圣经中的经文：哀伤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作为歌词来安慰在疫情之下受到创伤的人。就像林荣松医师所说的，彭明敏教授是台湾的灯塔，他所发出来的光引导台湾人民有一个目标来努力。我希望这首歌也能够带给台湾人一线希望之光。我们以立合唱团将在今年10月8号在纽约世界著名的卡耐基乐厅为这首歌做世界首演。今天我请四位以立合唱团的音乐家用混声四重唱的方式来唱一个乐章，以纪念彭教授，也献各位乡亲，谢谢。
Hallelujah.